连胜百场，畅快啊！这二脉二十七域的竞技场不过如此。那是你打的吗？还不是多亏了老夫。哪来的两个家伙？明明境界不高，竟能连斩这么多仙皇！哼！该死，太嚣张了！老子就算再死一万次，也要将他们斩于剑下！雷蒙，五十万年的雷道仙圣，那个不死之身，他不是早通过这关了吗？这两个小子竟然引起了他的兴趣，这下可有意思了。哟，天雷幽影，好罕见的雷系啊！老钱，这家伙的雷可不比你差。听说你们挺能打，来，陪我玩玩。好家伙，你是万道天雷所化，抵御雷电的手套，果然不错。让我看看你能抵御多少。阳极天雷，原来是雷神之力啊！可惜了，火候不够。就算你们手段再诡异，不是雷道仙生的对手。老钱，这帮仙人死了能随便复活，但咱们是硬闯进来的，要死在这儿可就真的死了。哼，怎么怕了？怕？笑话，天蓝宗的人从不怕死。自从跟了老祖，每次打架总是束手束脚，想不想像当年一样？还以为你从老虎变成小猫了，总算是说了句人话。走。好锋利的攻击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实力吗？竟然能与五十万年的仙人抗衡。简直就是疯子！这就是你们的全部本事啊，可真没劲。雷法万象，这下可真够劲儿！这怎么会？我们被打败也算了，一个仙圣被两个连仙皇都不是的人击伤，真是耻辱。看来你们并不了解什么叫不死之身。这么不是雷蒙的成名绝技浑元露天，据说被此招击中，无论是谁肉身都会粉碎。这招不就无知了？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哎呀，不是吗？这太厉害了吧！哼！啊！那能死在浑元露天之下，也是你们的荣幸了。荣幸。我看这成名绝技也没什么厉害，没死，不愧是老祖给的宝贝，就是好用。哎呀，多谢你帮我激发体内所有的雷神之力啊！你，即便如此，你们也杀不死我。啊？是吗？你不过是雷霆所化，而我是雷霆本身。
连我们也拼。那两个混蛋一定死了吧？痛快，这架打得真是痛快呀、啊！还有谁？我让你走了吗？楼道，今晚就吃它了，去把它做了。实力不错啊，虽说照规矩见者有份，但这片天地对我有大用，我不管你是哪个宗门的，赶紧走。我只是路过。路过，这么巧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没有宗门可以打这里的主意。我从不骗人。好，我勉强信你一回。老大，吃。吃个屁！不早就告诉你们要烤着吃吗？还生吃？啊？过来，老子给你们烤。小兄弟。要不一起来？将一部分时空单独割出，这是师父的万道摘空术，而现在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起源。永恒之地试炼，真是纯净又浓郁的腐败之力、啊、乖乖，你也迫不及待了，是吗？等我将腐败之力全盘掌握，到时候，世界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。哼，就你这半吊子，也敢称天下第一？你说什么？你当年偷偷把腐败之力放到三脉，不就是因为你根本掌控不了它吗？今时不同往日。经过你这个完美的载体，腐败之力一定会为我所用。休想！那你的小徒弟呢？他，你也不在意了？你把风卓怎么样了？你最好乖一点，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他的死活。你这个懦夫，弱者！弱者！你这样有弱点的人才是弱者。我不会如愿的，那个人一定会找到这里，然后杀了你。杀了我！看到了吗？我拥有的力量。等我将你吸干，我将成为整个山海唯一的主宰。不好了！不是说了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许来打扰。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三十三域几乎所有的修士都通关了，二十九域很多修士死去之后根本没办法复生，现在整个二脉都乱套了。什么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这个月的仙丹全都扣了。
左边，快堵住他。重明，小凯，重明鸟都还没灭绝，想必是数十万年之前。等等，这位练气期的小兄弟，快快离开我们的猎场，当心被误伤。现在的练气期都这么高了吗？大家都是妖，我只不过还没化形，小姐和太极啊。按照绝仙人的说法，我这招已经有元婴期的威力了。你这么壮，老了不会秃头吧？才不会。谁把我用来给绝仙人雕像的石头砸碎了？修了遁地术，耕地就是快。哼，一根筋，你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居然知晓了种地。哼，像我已经凭借强悍的力量在外面抢到很多地盘了。哦，你说的对，我也要抢地盘，今天就抢你的。你干什么？绝仙人可说了啊，村里禁止动。绝仙人，我学会御剑了。啊，这也叫御剑？与泥鳅还差不多。滚蛋！小兄弟，几万年不见，怎么还没学会喝酒啊？我喝茶。人生无美酒，岂不少了一半乐趣？嗯，尝尝。那你的另一半乐趣就是把一群野人变成修仙者。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强，不觉得很有成就感吗？成就感？好酒。人嘛，终归是要往上看的，对吧？绝仙人，您教我的铁头神功我已经学会了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学了半吊子功夫就来显摆。你不信我给你看。下次学好了再来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该睡午觉了。人总是要向上看吗？之前的闯入者还没抓到，现在又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。你就是这样办事的？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二脉一下进入了很多仙人，我实在忙不过来。一千万年都能出现一个仙皇境，现在不过一日，怎么突然多出了四个？会不会是玉虚隐仙阵出了什么问题？虽然它可以自动查探仙皇境的仙人，并把他们吸收进二脉内，但阵法运转已有数十万年，出了错也有可能。这是绝天通留下的阵法，不可能出错。去把闯入者解决。再这么不仔细，我就扣完你下个月的零食。好
好像你发过似的。在这儿困了这么久，终于出来了，多谢仙子。小事一桩，下回再遇到难关记得找我，只要钱给够，包带你通关。里面的仙人都已经出来了。嗯，这不是还有两个吗？收钱的事儿可不能马虎。哎，你们两个过来交钱。小心小罗章。都等了两个时辰了，还有没有上来挑战的？真没劲。走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继续。沈奎说明负责肃清36域之内一切异常之人，他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听说沈奎只要出手，无论你是什么境界都会肉陨魂消。我先走一步啊。能让这些不可一世的仙人以自爆的方式自爆，想必是有几分本事。神魁，神的傀儡吗？我先来。别走啊，这架还没打完呢。赵天拳，你是在找我呢？不用谢我。谢你？你下手那么重，万一把他们打死了，可就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了。说说吧，你们来这儿的目的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，那就让我来猜猜。偶尔路过，查看消息，杀人灭口，该不会是打劫？别的都还好说，但若是想动我宝贝的主意，这臭金水可是集仙界至臭之物凝练而成，只是沾上一滴便会持续散发恶臭万年之久，若是整瓶喝下去，不知道你们的主人能不能忍？对于没用的废物，下场会如何？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殷大人不会。哦，原来他叫殷大人呐。殷玄直。谁都别想走。走，其实你们都得死，只有我才是最强之人，你做梦。别怕，师兄会保护你的，你先在这里躲着，我去救你二师兄。就是我看是送死吧，与其便宜了他们，还不如把这身功力给我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别过我，快走。
不择手段残害同门，我师父当初不该留你。你师父绝天通，我这么做可都是他教的。当初他来到这个世界，第一道斩的便是世界的守护神。与他斩杀这个世界相比，我这算什么？只有杀戮才能变强。愚蠢。来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世界。老规矩，比比谁先拿下那个姓殷的。那你可要输给我了。哼，竟然打劫到我头上。等见到那个殷大人，你可千万别留情，给我往死里揍他。嗯。这人有点眼熟。二脉出了这么多变故，怎么那边一直没反应？嗨，好巧啊，咱们又见面啦！徐老祖的徒弟，你们这种水平怎么进来的？啊！什么叫你们这种水平？哼！不怕告诉你，我跟随老祖十几万年，早就掌握了空间之力，进个二脉算什么？我都能参透未来。真的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认识的世界？你是不是身处迷茫之中，对这个世界的本质产生了怀疑？是不是你曾经坚信不疑的都变得不复存在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只要跟过老祖一天的人都会这么想的。确实。嗯，我用老祖教我的预测之术算的，世界即将毁灭，二脉或将不存。追随我们老祖才是唯一生路，而我将是你的引路人。绝地天通，分脉割土。继承各得其序，先皇以上尽除二脉。累死我了。你的管束当下有用，但二脉之外会诞生新的先皇境，纷争仍会不断出现。那我可不管了，管理一个世界可太麻烦了。要不下次从小着手，就从创造一个有趣的宗门开始吧。宗门？对，我要收些有趣的徒弟，自己打造一个宗门，就叫天蓝吧。这名字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你会喝酒了？天蓝我觉得很好。哇，真厉害！仙界守护神不是被绝天通打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我和绝天通又是什么关系？那你和我们师祖又是什么关系？绝天通的徒孙竟然这么瘦，
你们可没资格知道。你才弱！师祖不计好方去金鸿剑阵。嗯，你们虽弱，资质倒还不错，可惜只能有二脉的亡魂了。小心！蔡族长，拖了他！去喂他吧。你也去喂他！呀呀呀呀！记住，魔物就让我来对付。嗯，九天风暴。这鬼东西怎么打不破啊？你们怎么才来？你们怎么都在啊？又来了俩绝天通的徒子徒孙，可真多呀。算你们来得巧，方便我一次把你们处理干净。你想得美。大头，小瞧我们天蓝弟子，后悔了吧？狂妄！后悔的人该是你们。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炼天魂境。怎么回事？是老大的气息。老大，我可想死你了！可恶！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是毫无长进。师祖，老祖，师父，师祖，你是谁？我认识你吗？我认识你就够了。我的幽冥之火是幽月死系所聚，不惧风水，你怎么能灭掉？这二脉应该不是师父想要的样子。诸神之宴开。这个月的灵石早就被你扣完了，那就扣下个月的。哼，辛辛苦苦一个人干了二脉所有的活，连个修炼的时间都没有，到头来连颗灵石都捞不到，这活老娘不干了。没用的东西。看他被浓荫压榨的面色憔悴，身在二脉，体内灵力却无比微薄，真是可怜呐。策反我的人强行开启诸神之宴，你以为你赢定了？不妨告诉你，诸神之宴从头到尾不过是我所设计的一场游戏罢了。魔之力结合于我，与虚隐仙阵起。师父，等我。虚老祖一定会回来的。阿拉达，大佬！阿拉达！
你这手艺精进不少啊！这么大的动静，难道是徐老祖又来了？小友啊，仙界未来可就全靠你了。哎，师弟啊，可别把动静闹得太大呀。会计们，助人之力！我的自白之力，快收敛身上的灵力！不行了，我的灵力还在不断被他吸走。师父，居然连老大的灵力都被他吸走了！他造的这阵法也太厉害了吧！不尽轮回，生灭往复，凭他还没这个能力造出这个阵法。那是谁造的？只用数十万年便破解了两成师父的阵法。不错，学仙人的阵法怪不得那么强。酒神陨落，神之力四散，那些获得神之力的仙人自然能突破仙皇境，阵法将他们汇聚到二脉，正好方便了你吸收酒神之力。你还挺聪明。真是想得美。长风下、怎么回事，动不了了。就算你们猜到了这一切，但晚安。不光是所有力量，整个空间皆能为我所控，包括你们。我也让你们尝尝被自己人背叛的滋味吧。师父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！老祖宗。被自己人攻击的滋味如何？这二脉一念一息皆在你身上，只有八神之力，还缺一神。不错，我确实未能找到第九个神的存在，但你出现了，有你的力量就足够了。然后我就可以创造这个世界，一个以我的意志为中心的全新的世界。俗论，动不动就什么一域之主、仙界霸王、位面之神、世界之巅，咱们修仙的就不能有点更高的理想吗？我就这个理想，怎么了？你们就成为我新世界的养料吧。跟了我师父这么久，却连他想做什么都不懂。没有任何一丝灵力，你为什么？蠢。你怎么做到的？老大5岁的时候就能靠肉身和绝仙人打成平手，你们努力数十万年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我老大天生就有，气不气人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本可以拥有这一切，可惜你从未抬头。看天，看天，这才是真正的
灼神之焰吗？